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我们来到了几号呢？五个蛋。我们来到了11月21号。11月21号，勤勉寻求。勤勉什么意思？勤劳的哈，勤劳的去找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这节新节，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相信神，刚把他念听成奇美。没有了哈，要相信神嘛，勤勉去寻求谁？寻求那个相信他的人啊，寻求那个耶稣哈，信他赏赐他的那个人。所以我们要勤勉去寻求神。确实，我们可能都在寻找神，但是如果你本身就已经相信神的神就住在你心里面的时候呢，他是永远不会离开的。但是我们的因为小信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会以为神好像离我们远去的哈，所以我们就求神啊与我们同在。其实你不要忘记，神永远都是与我们同在的。我们只要说求神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是与我们同在的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同在的。当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开始，好，你在什么样的时候最快乐呢？哎，小何说你在什么样的时候？玩电动。玩电动是最快乐的，还看手机，对不对？好，小恩呢？一样，玩电动耍废。出去玩的时候对啊，出去玩谁不快乐？你的问题好怪，你的答案好奇怪。想要去那个。我想要去哪一个迪士尼啊？我都忘了。什么叫哪一个迪士尼哈？所以我们要说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球上有4个那个、啊、六个六个迪士尼，六个对，全世界目前六座迪士尼，美国有2个，日本、香港、上海，还有法国，所以六个。法国。法国有一个，欧洲在法国，美洲在美国，然后亚洲就有三个，亚洲的三个就是包含了日本、香港上海。对，你看你爸很厉害。迪士尼，对，迪士尼 land， 迪士尼这个应该说游乐园啦，因为在那个什么，那干脆那个2024把全部迪士尼都玩了。你当你爸开银行的吗？对 啊我们没有钱出去玩、啊、我们很可怜、啊、而且我们还上班，你们还上学，好可怜、哦、好，等你们长大了带我出去玩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11月21号烽火说勤勉寻求，这边告个段落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